连一下路虎最新的新地图，好吧，我们第一次玩这个新地图，这个地图叫做飞跃神钟。现在熟悉一下地形，路在哪？哦，这里有个捷径，很好。之后呢？哦，这是一个氮气岩区。小朋友在干嘛了？路在哪里？啊，路在这里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干！等一下，好。咦，这里有个近道，不是近道，就是哎、欸，哦，中间，很好。哦，很好，我开不了氮气。很好，这里是一个 U 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可以走上面氮气延续。好，小喷，然后这里呢？哦，还可以再震一下。GW。啊，干嘛了？不是进道吗？我以为是进道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被骗太多次了。哦，这里有个货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没有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很好 ，nice 啊，跑完了。哇，这个地形很难记啊。这是我们的第一场，我们等一下来跑第二场。我们一场要比一场进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场，来吧。可以先一个段位，我再来一个三。OK， 完了完了，好像有点难，比第一场好。一二三，哎呦，没事。1、2、3、4，这里哎、欸，我学乖了，哦哟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可以过来了，就是完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呢？然后没有然后了、啊。我不能开气呢，这里是不是要出去再开一下？哎哎哎！我没抵到漂移。哇、哦，这个地形刁钻哦。我、哦、这是哪里？完了，我没走到的货车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直开。然后走货车或。货箱，然后下来再开一颗 ，GW， 很好 ，nice， 又进步了。熟悉一下后段，其实路都挺宽的，我觉得。啊，我们又上升名车，我们一次进步10秒，很快呢，这个图只要10秒钟就可以跑完了。第四场，再熟悉一下，等一下再看跑法。好，
对，飞货车，这样子是对的吗？ 28秒，可以可以，很棒很棒，我都不知道这样子是做不是对的。来，再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 飞个，哇！冲啊！nice！好，我们去看跑法怎么跑。可以，再两场我感觉都过了。 没有续到呢，再开一颗。 冲啊！23秒，可以，我们跑21就休息，好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跑21啊，一直撞到，我已经会了。我们那个货车的地方往左边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多续两。 那会会很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开始。 会不会不够长？
失误了，那地方没有续到，可以 ，nice。